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里是奥特曼宇宙英雄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剧情啊。首先第一步我们就要免费召唤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啊，因为这个游戏主要就是靠英雄，对不对？我们能尽量免费获得的我们就尽量免费获得啊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朋友们。哎呀，今天运气不好啊，一个英雄碎片都没有，全是给的材料。然后日常这里答题绝对是要答的啊，虽然瓜牛哥答不好，但是游戏前视频前的你们可以在评论区答一答，看一下你能答对多少呢。好的，第一题，以下哪种途径无法获得无限赛罗碎片呢？哪种途径不能获得啊？我来看一下啊，碎片月卡我觉得应该可以吧，时空之城也有可能啊，购买每个月的特惠礼包，我觉得应该是时空之城吧，它好像跟无限赛罗没任何关系啊。哎呀，居然是碎片月卡啊！以传奇英雄来说，碎片月卡是可以，好像也是不能换无限赛罗的啊。更新了之后好像是可以换的啊，我已经不清楚了，无所谓了啊。我们来回答第二题，杰克奥特曼中的奥特手镯是哪个奥特曼给的？这个瓜牛哥真的不知道啊。杰克奥特曼中的奥特曼手镯是谁给的？那杰克呢？当然是杰克奥特曼呢，不对啊，是赛文给的啊。朋友们记住，第二次遇到我们就要答对他啊。好的，第三题，下列哪个魔幻兽会对玩家释放不可驱散的恐惧毒物？毒当然是水质魔幻兽呢。这个瓜牛哥还是知道的啊。好的，我们来到了第四题，以下哪个作品是日本远古制作公司为纪念公司成立50周年的杰作？哇，50周年，那一定会出一个很厉害的奥特曼啊。那瓜牛哥猜一个欧布奥特曼吧，你们觉得是谁呢？哎呀，居然是银河奥特曼。好的，最后一题，下列哪个不属于英雄种族的类型？那当然是史莱姆五呢，史莱姆五是什么类型呢？对不对？这瓜牛哥还是答对了几题啊，还行吧。然后福利啊，福利签到我们是要获得的啊，每日福利，每天它有个定点的时间啊，可以领疲劳，也可以领钻石。OK， 这个东西我们就已经全部领完了啊，活动啊。这个每日我们要领，每周也要领啊，你每月到了也要领啊，免费的这必领，不领白不领。然后这里是什么？这里是可以领取这一个啊，领取这一个，我们到时候可以换这个阿尔法，阿尔法装甲形态啊，朋友们，瓜牛哥还是原始形态呢？我看一下啊，我应该是原始形态，这个泽塔奥特曼，来，泽塔呢？泽塔在后面啊。这是泽塔，我只查看它啊，这是原始形态，对不对？我们到时候可以把它弄成这个形态预览啊，这里有阿尔法装甲形态，看见没？就是通过刚才那个活动，我们可以获得阿尔法装甲形态，还是非常帅的啊，一个非常经典的形态。那我们来完成一下它的任务啊，我们现在有40个金币了，看见没？50个金币我们就可以。换20个他的这个，我们就可以解锁他这个皮肤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可以完成的啊，在 1v1 排位赛胜利10次，那这个就可以完成了呀，朋友们。那我再打4次就可以完成了啊，那开始匹配，来直接战斗啊，我们快速解决战斗好不好，朋友们？好的，我们赛家登场，我们快速解决战斗，直接自动战斗，轻松解决啊。直接一个空中踢，迪迦凉凉。好的，这里是一个飞轮，干掉了这个刚才是谁？加拉德龙，对不对？好，
轻松解决啊，朋友们，非常快。来，我们继续完成我们任务，我们要激活阿尔法装甲。来，直接开始啊，我们都不用切换对手，很没意义啊。好的，现在是雷德王啊，我们普通攻击能不能将他带走呢？普通攻击就行了啊，朋友们，两拳，也这个不错啊，这个是奈克赛斯还是莫比尤斯呢？我没看清楚啊，轻松解决战斗，朋友们。大家发现了没？光流哥现在的段位升级了啊，光流哥现在好像来到了白银段位了，看见没？上一次我们青铜段位晋级了啊，现在来到了白银段位。白银段位啊，可以。怎么白银段位的对手也是十级啊？这不行啊，这对手。那我们还得升级啊。我们到时候再升一个段位啊。白银升级了是铂金吗？好的，直接一个技能带走，来丢一个飞轮。这是谁？这是刚才那个是龙岩欧布啊。哟，金骨桥两两。OK， 我们这里已经赢了几回了呀？应该是三回合啊。我们再来打一回合，我们就赢了四回合，我们那一个任务就完成了啊。来。怎么都是十级呢？好的，非常轻松啊，队长詹伯特，来吃就普通攻击啊，普通攻击比放技能还快啊，朋友们，来看你们看见没？我这伤害32级的赛迦，打遍这个白银阶段的对手啊，非常轻松。好的，我们任务应该已经完成了啊，我们是来完成任务的。走，哎，我们再返回，哎，看见这个任务我们就完成了啊，领取又获得了5个，还差5个，我们来看一下水，哎，看一下哪里好完成啊，这要充值，这没法完成啊，在困难获得一张5星卡牌，卡牌，那这个不好获得呀，朋友们。有没有好完成的呀？我怎么感觉不是很容易完成？在 1v1 竞技场里面赢20次，这太久了，还要打10场，这一个视频搞不完啊，朋友们。来看一下其他的啊，其他的任务，回答正确25题，哎呀，难受。完成任意出征任务十个出征任务，出什么征？哦。这里是这个啊，这我忘了领取了，他不说我还真的忘了领取这个出征奖励了啊，随便选吧，随便选啊，随便出征，这里没写出征的成功率啊，以前是会写成功率的啊，那我们来升级一下主控，领取能升级了吗？可以升级啊，我们的主控制台升级，任务中心能升级吗？也可以升级，经验仓4级啊，这要4级，这要3级。好的，那我们这里也完成不了什么东西了啊，这就很难受了啊，难道这期视频我们不能获得最后5个金币吗？来，日常奖励这都可以领一领，这都是必领的啊，每天必须要完成。我来看一下啊，有没有通关虎花试炼3层任意魔王兽噩梦模式，哇，这有点难呐、啊，朋友们。这些任务好像挂了个，现在获得任意一个彩色装备，我的天！将3个角色升到60级，哎呀，怎么都这么难呢、啊，朋友们，什么情况呀？都这么难的吗？5星卡牌，
好像都真的完成不了了，朋友们，这个东西还得慢慢来。获得任意两个红色装备，获得任意两个红色装备，我们来装备管理一下啊。合成，一键放入，两个红色装备是吧？那也不行了，我们现在最多只能搞到橙色装备啊，朋友们，对不对？我们最多也只能搞到橙色装备了。这材料也不足，哎呀，难受了，朋友们，完成不了了啊！这个阿尔法装甲还得慢慢的玩，好吧？那么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支持管理哥，帮管理哥视频多点赞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